嗨，guys， 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们的首座小课堂刚好迎来了圣诞节和元旦，在这里要首先祝大家圣诞快乐和元旦快乐。当然了，今天不能是这个造型，总得对得起新的一年嘛。所以我们今天即将登场就是，等，琪琪。好的啊，这个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打扮成这个样子，加了颜色的假发啊，戴了眼镜。布置了一下 Miles 的一个大背景，当然万年不变的就是我们首座小课堂上经常会出现的这个不知道叫什么的东东啊，今天出现了三种颜色，红、绿和白，就是印证了我们的圣诞主题。然后呢，今天要给大家做什么东西呢？首先跟大家展示一下一定在你生活里不陌生的姜糖饼干。因为上次给大家发了一个 OTD 的穿搭风格，有很多朋友给我做了不同的衣服的种类嘛，颜色千奇百怪，五花八门。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在这种空白的姜糖饼干上面给它穿上衣服啊，画上好看的表情啊。当然好像只有这么一个是人形的，没关系，我们说时迟那时快，现在就开始吧。OK， 首先嘛，我觉得这个参考一下，参考一下这个是你还是尽量白色。哎，怎么这么细？啊，不负众望，不负众望，果然手作小达人的名字不能白叫。他好像有点湿了呀。太稀吧。跟我这个，就是吗？跟我现在这个头发颜色还蛮像的。干住。这头发有点大。丑，乱糟，人家怎么画的这么好看？真就是一上来就翻出来别的看。这还没有，我天哪！主要是每一次的东西啊都不一样。手作最怕的是什么？怕的就是不熟练。所以呢，虽然我在这方面还比较有天赋，但是也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方说现在，这就是假什么东西？因为暂时还没给他加入的传神的那个东西。为什么一把灯对着自己的？因为他开窗，他脑袋会很亮，会动。太丑。我以为这次会很，就是很顺利。或者是。很好看，等会儿。或者他很好看，因为人家做的这个确实还蛮好看的。或者他跟我一样，真的很好看。有点期待啊！哈不是一般的说，这个特别像五仁月饼里边的那个。红丝儿和绿丝儿，拿着纸好都没手。哎，怎么还躺着？他好不受伤，他好不受伤。这个从色彩丰富性上来说，还是略胜一筹的。当然从这个，绘画的精心程度上来讲，毕竟我们选择了最难的纯手工打造，而且没有开模。你看，他这个做的好是因为他留下了就是孔隙。然后有压纹，所以你再用另外一个颜色去给它弄的时候，它就会能够沉浸在里面。所以下一个我准备先给它开个模。经过第一个失败之后呢，我们要善于去总结一下经验。第一个做的不好的原因是因为它太光滑太平整，没有那个凹进去的那个部分，所以不太适合进行上色的处理。所以接下来这个我会先徒手给它做一个大概的形状出来，包括它眉毛的位置啊。你这样徒手能和谁吃？我去，这不是一个工艺品吗？这不是食品。那你们走吧。哎，小勺是什么之类的？对，小勺。刀。哎，小刀。对。经过第一个经过第一个失败之后，我大概发现了我们问题所在啊，就是因为这个平面太光滑，太过于平整，所以没有那个凹进去的部分进行颜料的填涂。所以接下来这个，我会进行尝试，先用小的工具给它做一个大概齐的开孔的处理，这样的话才会更方便去上色和给它做出来一个大概齐的造型。
我怎么在刻印章？你要不要给你的孩子起个名字？小 M， 果然不一样。一会儿我再给你们说。我先补偿一下，着急。这个明显做的比上一个要好一点。希望你后四个称胜追击。一定可以的 ，I trust。好了，毕竟明年是虎年，对吧？所以呢，我决定做一个牛。是不是明显比上一个要做的稍微好了一些？不太明显。其实他会，因为他眼睛是有凸起的，会不会有明显？那穿什么明显？那是勾勒出来的形状。会有明显？没有明显。我们进行一下对比啊。虽然我只有三个颜色，但是我尽量让色彩变得更加。为什么还是那么丑？为什么还是那么丑？他叫牛牛。他是个骆驼吗？他是个骆驼。笑到差点吃掉。一定是因为这边讲话的问题，上帝这种连忘先开。为了证明他真的是个战斗饼干，我买了吃。嗯，还不错哎。那兔子的好吃吗？没有什么味儿。哎，看他鼻腔都出来，兔子的鼻血都带我吃。A few moments later， 我们继续，我偶像，这样。我有点对不起我偶像，我把你做出来了。吃它，养我乖。你要问我有什么创意？逼死强迫症，密集恐惧症。好丑，怎么这么丑呢？真的假的？这是目前最好看的。你有多丑？你最近没事吧？丑但没有特点，再要丑还有一些特点。我靠，你们这边，这张饼，阿金，失败了三次了，这次不能再失败了。好了，这个应该说是迄今为止做的相对成功且速度最快的一个。上卫星，给镜头展示一下卫星，你的卫星。这个特别是里面和刚才这个，其实不太好看，也不是很好看。这太稀了，是不是这里边最好看的一个？知道这什么意思吗？八块腹肌。这是什么？木马。这不是帽子吗？这不是木马吗？这不是帽子吗？这是圣诞木马。这是圣诞帽。这不是个马吗？它跟我罗布老师戴的一模一样的。它是镂空的。哎呦！完了，跟想象的不太一样啊。完了 ，barbecue 了。哎，俺们一个成功的，哎呀！我现在这个小白木挺好。不知道。最近手做的课堂，就其实是想说什么，就是没事别瞎做。除了给别人带来开心之外，一无所有，绿镜全是。不如下期见吧。祝大家除了手作之外还想把你说你喜欢我的，不可能。想欣赏你的作品，我们做结束吧。这个说好胆子。来介绍一下这每个作品的名字。是 M 啊，这是我第一个作品，非常传神的眼睛看着我。脸在哪儿？在绿色的位置。
牛尿啊、嗯，第二个大锁就是豌豆，因为它跟豌豆，如果你只看那点啊，它跟豌豆长得很像，扁扁的，所以设计灵感来自于那里。然后每一颗结晶啊，预示着我们来年五谷丰登，越来越好。第三个呢是卫星，卫星就是一定要在正中间，因为它在我心里的位置非常重要。第五个呢，其实也好难说，实在太少了。再见吧，嗯，再见吧，下次见吧。下次见。星星美美要上线了，希望我们有缘还可以再见。美美要出差一段时间，一般就道别的时候都是比较伤感的，所以我们希望有机会可以再见。行，再见。